我叫杨波，来自姚村部门2407电机线的一名普通工人。在2407电机线，我觉得我非常重要，就像小车上的零部件对于小车的安全行驶是一样的。我和工友们一起努力工作，保证产品的高质量，按时交货。我在博泽上班，感觉非常自豪。我是黄丽丽，博泽门系统样件工程师。在项目的初始阶段，通过制作原型件以及软模件，验证产品的设计以及工艺可行性。博泽通过模块化、轻量化的设计以及机电一体化，树立行业的标杆，为终端客户带来舒适、安全、高效的行车体验。作为博泽研发团队的一员，我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以及挑战。我是张文君，2012年加入博泽，是质量团队中的一员。质量是我们的最高原则，质量是设计和制造出来，而不是检验出来的。质量的精益求精，意味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高。我叫周克少，来自于博泽质量团队，加入博泽5年，在博泽全员参与到质量的控制当中，零缺陷是我们一贯不变的目标。我叫吴芳，在测试部门工作，我加入博泽已经7年了。在我的日常工作中，像这样的跨部门交流在国际平台项目中是经常发生的。虽然我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来自于不同的职能部门，但是在会议中大家可以坦诚地交换自己的见解。为了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团队协作的模式。我是龙康义，我加入博泽公司已经10年了。在这期间，博泽的同事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很多美好的回忆，就像家人一样，我们一起创造了开放、包容、专业的工作环境和氛围。对我来说，博泽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，充满了挑战和活力。